朱勇基金会登记以来，来赞助偏乡国小来进行特色课程的推展。今日上午是甲新亚托克国小来共同举办定金偏乡培育希望成果发表会。现场来登是着托克太空重启不当定高岗的学校的推动记录，对着因的展示，嘛来看到走出户外学习，家己动手解决问题，来丰富生活经验的成果。在新化台东国小由朱勇基金会甲新亚托克国小共同举办早间偏乡培植希望成果发表会，除了展示托克国小以外，阁有展示台东重启树林保当青寮顶国小的学校。托克国小校长洪传凯表示，借由大台南偏乡学校前景计划，让学校发展四季各方，特色生态户外教育课程，让学习变了趣味多元化。那我们今天主要呢是把这三年来四季高峰课程的执行成果呢展现出来。这四季高峰课程呢是由土库国小负责四年级的自行车，树人国小负责三年级的定向越野，重溪国小负责五年级的水域活动，以及由昆森国小负责六年级的山野教育，由四间学校进行策略联盟呢，那么参与共同的户外教育，我们定时在春夏秋冬呢进行大卫式活动，把这样一个多元展能的机会呢这个开放给所有的小朋友共同来参加。对这项计划课程的安排，托克国小校长表示，由三年级学生开始学习定向越野、自行车行脱、水域活动、山野教育等课程，让偏乡的学生会当借由学习走出户外，家己动手解决问题，丰富生活经验。那我们看到学生的抱怨变少了，然后这个也更能够静得下心来，这个在学业上面呢这个琢磨跟这个认真学习。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家长跟小朋友给我们的回馈，他们非常喜欢这一套四季高峰课程的运作。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持续永续的发展这一套四季高峰课程。对朱勇基金会会当来帮助偏乡的学生，基金会执行长王玉飞表示，这项计划效益会当带给学生全新的学习机会，也当改善偏乡学校资源不足的情形，并且也会当将学习经验甲其他学校共同分享，希望大台南偏乡学校前景计划会当让更加侪学生受益。记者萧正伟，彰化区采访报道。